小哥，我看你是喝醉了，不知小哥姓甚名谁，家在何方？小二，送您回家可好？ 小狗，我姓魏，明知我没有家，没有家，那你父母亲人呢？没有，没，这天下谁人没有父母？难不成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了？ 我唱歌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拿钱了，钱！哎，拿钱了，拿钱了！ 当真是可怜啊，明成，你怎忍心就看着他醉成那样？哎呀，竹音姑娘，这狸猫实在是太倔了，我。 主子，明成无能，实在扛不住。真人放心不下呀，下去吧。殿下放心不下的是个女子，还是颗棋子？是棋子，一颗绝妙的棋子。 这颗棋子现在可是很是烫手啊，况且今后到底是不妙招还是不昏招，尚且难定啊。行了行了，日后的事情日后再说。既是颗棋子，不如暂且由我先替二位收着，可好？那就有劳朱英姑娘了。今日我寻你们来，本有一桩旧闻向殿下院首禀告。什么旧闻？前几日。 听闻殿下与院首提及一事，太子可能患有血浮屠，二位可还记得？嗯，当然。这或许就是我阿爷乃至三皇子惨遭陷害，含冤而终的真相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 自今日起，顾衍愿为楚王殿下效犬马之劳，鞠躬尽瘁。本王今日却有一事，要劳烦指挥使。但凭楚王殿下吩咐，自大成灭国之后，以血浮屠之名犯案者。 还有几宗啊！尤其得阿爷蒙难之时，朱英尚在总角，年幼无知，大人们说话也毫不避讳。我依稀记得出事前，三皇子与阿爷正是在调查一起血浮屠刺杀我朝重臣的案件。行了行了，放下吧，卫之，你可以回家了。 跟你说了，我没有家。你家人来寻你，替你付了酒钱。阿娘，阿娘。
你是受苦了，快跟姐姐回家吧。初音姐姐，我若是真能有你这么个姐姐自然上好。可惜我未知无亲无故，没这个福气。是朱茵姑娘吧？长得真像啊！哎呦，简直就是蓝英在世啊！哎，等等等等，我说你娘啊！ 真的是有眼无珠啊，找了个男人跟着三皇子谋反，可惜了，就是，还落了一个发配越级。早知道这样，跟我不就完了吗？等一下，二位官爷，这可是我们店特色菜，要不要尝尝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 哪来的放屁武士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那依旧父之意，我们对宁言之所为就应该听之任之，不成？臣以为此事蹊跷得很。 哪里蹊跷啊！东西就在他身上搁着，人赃俱获。臣觉得这蹊跷正在于此。咱们殿下就知道东西就在他身上，而且一去查他，还真就拿到手了。喂，正好，新元首来的正好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好了，免礼。见过长工。新元首，此事由你而起。好好的。 给长都督讲一讲宁言的狼子野心。姐姐，真好看。小时候，阿娘也喜欢看我穿漂亮衣服。 姐姐，江湖飘零，都有不能言说之苦。姐姐若是不想提及，知非不问，也没什么。适才那两位官爷所提及的，正是朱茵的父母生气。说的是三皇子谋反，令尊就是牵动了八年前轰动京城的无辜一案。不错。 为了一个人私利，看得见的是十数个官员的人头，看不见的，却还有数百个像我、像阿娘这样无辜女眷的悲惨命运。可怜我顶河边国，又是春归梦里人。这官场上的尔虞我诈。 本就与战场上两军交战没有什么区别。朱茵一介女流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上不得战场。但在官场上，朱茵却要用自己的办法，替阿爷、替阿娘，替所有同朱茵一般的无辜女眷，讨回一个公道。